大家跟我一起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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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甚深微妙法。菩萨甚深微妙法。百劫万劫难遭遇，百劫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各法师、各道友，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上次我们讲到中国禅宗，从六祖慧能大师之后。朋友呢，五派的内容已经呢做了介绍。今天呢，继续接着讲《释迦三字经》，大家呢翻开课本第43页，现在呢开始讲律宗。律宗的戒律，等于是一个国家的法律，在法律的前面呢。人人是平等的，每个公民都要遵守法律，这个国家会成为一个法治的国家。佛教的戒律也是一样，若每个佛教徒都遵守戒律，那么佛教也就永远存在，受到普遍的尊崇，正法呢就会久住。律呢，在印度语叫做呢，要不鲁叉，或者呢叫呢皮乃仪，翻译成中国的语言呢叫做条幅，或者呢叫做皮尼，啊，翻译成中国的语言叫做灭，也叫呢斯鲁，啊，还有呢叫布鲁提木叉，啊，那么这些呢。以前国语呢叫做戒，或者呢不解脱，啊，名字呢尽管不同，意义呢都可以会通的。但是戒的意义呢是什么呢？律呢就是日常的规矩，它能使我们的行为遵守规矩，可以呢调伏我们的身心。可以是我们的莫恶生善，戒呢也就是禁止，它能指示我们当行的要行，不当行的就要禁止。这在戒律上呢叫做助使和指使，我们如果能依教奉行，就能活得不悔的解脱。因为戒律呢是属于身口意三个方面的，你实行了那一方面的戒，那一方面就获得解脱。或者呢，谁能依教奉行，谁能得到解脱，谁叫不解脱。同时呢，戒律虽然呢是大小乘始终中的一个宗派，但其他教宗的佛弟子都要受戒律。没有一个佛教的弟子呢，学佛的弟子是不应该持戒的。他只是呢，在戒律条文的研究上有专与不专的不同，因此被称为呢一个宗派，就叫律宗。经文上说啊，即门宗，须知律啊，我们既然弄明白了禅宗是全部心印，名字为宗。这五节的纲要呢已经在前面呢几略说了，那么我们还必须要知道戒律啊。戒律是实行之要，学佛者呢不可不知。戒律究竟是些什么呢？经文上就说：是五戒本来立，
为沙弥，十四戒，比丘僧具足戒，戒250，你经百，即施主，花娃戒，是菩萨，重要十，轻十八。现在呢，就分四个阶段呢来讲。第一个呢，德罗呢，是介绍在家的五戒，是五戒本来历，这是呢佛门四众弟子的基本戒，不论是出家在家都应该遵守的。这些呢，在《杂汉经》第33句记载。因何名为呢？要菩萨戒具足，因于力呢杀生，不逾取、邪淫、妄语、饮酒等，而不漏走，是为呢要菩萨戒具足。可见呢，五戒是在家要菩萨戒，要普仪，所以应该呢修持的戒律。五戒的第一条呢叫杀生戒。佛教的基本观念呢是众生平等的，佛说众生皆具呢佛性，皆可成佛。佛所说的众生呢，不单单的是指人，而是呢胎卵湿化，四生之所呢皆包括在内。因此呢，杀生戒不单呢是不杀害人的生命，进一步呢，而且呢不杀害畜生啊、虫蚁的生命。不打戒直接的杀害，并戒呢杀鹰、杀鱼、杀法、杀业，例如呢渔猎等为直接的杀害，而贩卖呢掠具渔网者呢也列为呢间接的助杀。我呢在十三业道经里边就说到，说不杀生戒呢要十种利益。一，与之众生普摄无为；二呢，才众生其大悲心；第三呢，永得一切呢亲恨习气；第四呢，生察无病；第五，摄门察语；第六，恒为非人所摄物；第七呢，超噩梦，清觉快乐；第八呢，灭除冤结，正曰呢自解，地交无偶道部；第十呢，门中升天，这是呢不杀生戒的利益。第二呢，就是掏道戒，我们社会上的掏道，要直解的，也要间解的，要有形的道，要无形的道。例如的那些呢小偷窃取啊，还有呢强盗的抢劫，都是直接的道；还有那些呢贪官污吏的贪污腐败，是间接的道。立收欺诈啊，抵赖债务，是有形的道。那些呢加工技师的，分身摸鱼的，和现在的电信诈骗等等呢，是无形的道。总的来说呢，不欲取戒，或以呢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的财物，都叫做道。佛说呢，不掏到也要始终利益。第一呢是资财应急，王者水虎及非爱子不能杀败。也不能杀灭。第二呢，多人爱念。第三呢，人不欺负。第四呢，是或诈迷。五呢，不受呢损害。第六，善门留步。第七，出众无威。第八，财命衰乐安乐，贵财具足无缺。第九，查会呢
思矣，死命中升天，这乃是无他道界的利益。第三呢，就是邪淫戒。我们呢，佛门四众弟子有出家、在家之分别。出家者呢是根本戒淫，在家的呢只是戒邪淫。所以邪淫呢是指净是配偶之外的交合，以及呢非是非处的交合。此外，把注意呢，因为呢邪淫的音乐的，如呢舞厅啊、歌茶、宾馆、妓院，也禁止呢涉足。佛说呢，如类邪淫，也要如下呢数种利益。第一呢，助根调顺，啊，容易呢削掉。第三，世俗情大。第四呢，爱莫能庆，这呢是不邪淫的利益。啊，第四呢是不妄于戒。这里边什么叫不妄于呢？叫没有戒到的是戒到了，戒到了是没有戒到，虚伪夸张，戒食噎食，这门的妄语。妄语呢，不但呢是欺骗人，而且呢是自己欺骗了自己。佛说呢，如果离开了妄语，有下列呢这种利益。第一呢，考察清净，会出现呢有般若花香。第二呢是为助世界之受调伏。第三呢发念清净，人天敬爱。第四呢才以爱语的爱为众生。第五呢得生意乐，杀业清净。第六呢牛务实。第七呢法念尊重，人天奉行。第八呢智慧殊胜，无能自服。这呢是啊不妄语戒的利益。第五呢是不饮酒戒。有人呢以为呢是以敬财故酒而饮，不受害于人，为什么也要把它啊列为呢戒条呢？我们不知道啊。酒这个东西啊能够乱性，人间许多的罪恶啊都是以酒为起因的。有时呢可见酒呢是为过害。佛门中的五戒是为了啊未来活的人生的啊条件，然后呢要是五戒。可见消解的啊戒恶，消解的戒恶不是佛教的真正究竟意义。所以呢进一步呢鼓励人呢积极为善。他若呢人人能设置无戒，那么不但社会秩序呢安定，家庭和谐，个人的平等呢清高，而且呢可以呢保持不是人生，更不知呢堕落出生恶鬼地狱的杀中恶道。同时呢这下下去的戒法都不厉害呢无戒。所以说呢是无戒本来利，无戒呢是一切善法的根本啊，这是叫无戒的内容啊，在家居士的戒。第二呢讲到沙弥戒，为沙弥是十戒。什么叫做沙弥呢？沙弥呢这法文的音译呢啊意义呢叫做呢修行识啊成长三种意义。发心出家之后呢受过十戒的男子叫沙弥，出家受十戒的女子叫沙弥尼。所以应受的戒呢有十条，这十条呢实际是在五戒的基础上，这戒呢第六条不做瞎话骂，不瞎徒生。第七呢不过无差机，不忘观听。第八呢叫不做光搞大耍。第九呢不非实时。第十呢不做事呢生下精灵的宝物。三昧戒和三昧尼戒呢同样是十条，其五条戒啊
这个和在家居士五戒是相同，但五戒的在家的五戒呢，前面是不邪淫戒，后面呢是不淫戒，略有不同。这三明四戒呢，是为专门出家制定的戒，而第三呢就要讲到比丘戒了。里边呢就讲比丘僧具足戒，戒二百要五十，泥金白戒十足。比丘呢翻译成我们中国的女尼叫做七世啊，或者呢叫布母，或者叫破额，具有三种意义。比丘呢要250条戒，我们叫做具足戒啊，把它呢分为呢八类，分别呢第一呢叫是不漏一戒，就是五戒中的不淫、不杀、不盗、不妄语。第二呢就是啊十三天的升起菩萨杀戒。第三呢有两条不定戒。第四呢有34条的泥沙期不一提戒。第五呢有94条不一提戒。第六呢有4条不落提提水泥戒。第七呢有100条呢特基罗戒。第八呢有7条目经戒。这是呢比丘僧戒。比丘僧戒呢有250条戒之多，可说是呢默默俱到，所以呢称为呢具足戒。第四论呢叫做比丘尼戒啊，这个经文里边就讲泥金白戒十足，泥呢就是女的意思啊，女人出家是具足戒的，名比丘尼。泥金白戒十足，比丘尼戒和比丘戒呢比较起来呢叫精进了100的戒律，女中的戒法呢才算呢怀敬具足。当然呢这无非是因为女人比男人的习气多，所以呢戒律的华法就更加严格。例如呢比丘戒呢是不漏仪，比丘尼戒呢就是八不漏仪。这些呢戒律是佛为出家的比丘尼专门制定的戒条。戒律呢有在家和出家的不同，出家戒中呢要有大乘小乘戒的区别，在家戒和出家人的这戒呢要小乘戒，也都呢约略讲过了。还有菩萨戒呢没有讲，上师经上说呢法王戒至菩萨重要死清四八，这四句呢就是讲的呢菩萨戒。法王呢是菩萨戒经的名词，法王经的法本原本呢有120句，有61品，是邀请沙扎杰摩罗什法师仅仅发译出呢第十的心地戒品中的一品，而要把它呢分为上下的两句。上句呢说的是呢十法处是扎雅，是金刚实地的四十心，是约定大家的众生所修行的过程。下句呢是十种48轻的菩萨戒，这十种48轻的戒呢是从大部的法华经集而来的，所以呢称法华戒。法华戒是为发大菩提心的菩萨所受持的戒，所以说呢自菩萨，自呢就是谢字，即已受了菩萨戒，在行动上就在受到戒律的谢字。那么什么是菩萨戒呢？重要死轻四八，也就是说啊菩萨戒呢有十条的重戒，有48条轻戒。十条重戒里边呢除了这个啊杀盗淫妄和比丘戒呢相同之外，
这些呢，自说菩萨比丘觉悟戒，还有呢自他、非他等六戒，啊，请十戒。众戒呢是印度原名叫的不漏仪，不漏仪呢翻译成我们中国的女名叫做气。什么叫做气呢？理论呢已经破了不开始用的器皿，只要呢把它呢丢弃到垃圾堆里边去。那么比丘尼菩萨如果废话了是不漏一戒，或者呢八不漏一戒，或者呢十种不漏一戒当中的一条戒，佛法呢虽然犹如大海，却不能呢容纳这位呢普根本大戒的人。这四十八清戒的清是可以忏悔的意思，这些戒呢是日散罗浮所传授的金刚宝戒。戒律呢是一下专门的学问，如果将每一条戒律呢都列出来，每一个名词呢都解释明白，需要很多时间。所以呢出家之后呢要五年学戒，给他呢加规矩，开始呢戒律的课程，塑造人格，一戒生定，一定生慧，世界名为三无漏学。下面呢有四句呢是讲戒律的起源，经文上说啊，律门戒要破离情福印是清规。这四句当中呢先讲到前面两句，律门主啊要破离，律门的祖师是优婆离尊者，翻译成我们中国的女尼呢叫净子。当时呢胡惟在当太子的时候呢，优婆离呢是王宫的工作人员，他是专门负责给王室人员剃头的，因此呢比较接近太子，所以呢叫做净子。太子请到以后呢，优婆离呢深受感动，要学佛出家。要不离出家而后呢有三个特点，第一呢释迦牟尼佛自戒而后，他第一个呢是受戒，第二呢既受戒叫你敢呢守持戒律，分后呢不该废话。所以呢佛在经阿含当中呢请教他是世界第一，第他第三呢由于他的世界还进阿罗海谷，而且对戒律的条文很有研究。所以呢佛灭度之后，在第一次接集沙扎的时候啊，扎舍尽者就推崇他啊，负责接集呢戒律。什么叫做接集呢？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就是呢结合许多经四国的罗汉比丘僧收集戒律论沙扎的原文，推一个人为首而负责的诵念诵读，多数的人做证并且呢记录。所以呢我们现在才有沙扎教典可以呢遵循。因此优婆离尽者便成为呢律门的第一代祖师了。底下就讲请复应属请归，请呢就是激情的意思，应呢就是应口。要优婆离尽者呢实际非常严格，足够做大家的模范。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在大众集会的时候呢应口优婆离尽者为大众的纪纲。优婆离呢请受佛的意志，也应用自己实际的精神经属大众共同起居的清规，规呢就是规矩，也就是大家共同生活的秩序。如是秩序呢有条不紊，那么人众再多也不妨碍呢道场的自然清净。下面就讲的实际的作用，经文上说呢
邪术身、四色身，在圆通啊正道身。这个术呢是啊节点约束的意思。我们的学路兴趣呢有许多无理的要求，必须要凭戒律的力量啊先行欲呢约束。比如说呢，假设国家没有法律来约束人民，那么社会上的那些杀盗淫妄的案子呢，教会呢层出不穷，甚至呢会演变为呢禽兽都不如的世界。出家的佛教徒啊，假如没有戒律的约束，那么一把无赖的人呢都可以混进佛门中来，一方面呢可以不挑衣食，一方面呢又可以呢为所欲为，那还请什么佛弟子呢？让我们学佛的人呢只做到自心不动，就是成功了吗？没有。其次呢还有色心不起，色者就是修炼的意思，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六个的死心随时随地都跟着呢色心香味触法的六情去攀缘去追求。假如呢听令他而不介意呢摄食，一定呢会发动呢心口而造作恶业，那后果就不可设想。所以楞严经上又不离经者说啊，唯自心心得自在，事得自心，心得通达。经文上要说菩萨戒语路比火坑，我们学佛的人呢为什么该受这些约束？因为呢他们都有一个远大的希望，这希望是什么呢？就是要得圆通进道生。圆通这个名词也出自楞严经中的色身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化慧，然后呢生成一些通达，就进了圆通法门。既有了大智慧以后呢，当然就通达一切了。比如呢观世音菩萨观察要什么样的身份的人为他说法，他才可以呢把他信心的信仰的，菩萨就需要什么样的身份为他说法，这就是进道心的境界。经文上要说啊，唐道学经皮尼大小庆写总时送约照及其号据数多啊在分票，这是讲律宗在我们中国传承的历史。唐朝的道学律师啊，他是一位非常精通皮尼戒律的律宗祖师，讲戒律还要讲到印度佛教戒律的情况。我们小青律在佛灭度以后啊，100年之后分裂为五部。五部呢，第一呢是塔乌德的部啊，弘扬四分律的；第二呢是沙婆多部，它是弘扬四分律的；第三呢密萨塞部，它是弘扬的五分律的；第四呢扎塞余部，弘律名叫做解脱。大致要呢戒本一句才来我们中国。第五呢是普屈婆罗部。律本呢没有传到我们中国。这四分律中呢是属于呢塔乌德部，就是萨埵部发展阶级圆满之后呢，首先呢是要打扎舍进展呢等待受持，四地呢传授给阿那，第三传呢叫是传摩天地，第四传呢叫萨那合修，第五传呢是优婆塞多。这五师呢出身需要普通事情呢亦是五师，他们都是呢一脉相承的。但是到了呢优婆塞多的时候呢，他有五个弟子啊，就是叫塔乌德、沙婆多、密萨塞啊、扎舍毗啊、普出普罗等。这五师呢接近阿罗汉的果位，
他们的国画一方弘雅如来的大法。而传到我们中国的这个四部，四部当中呢是唐五德部的四分律，特别呢为唐朝的道学律师是尊崇。道学律师呢不达思虑呢精严，而且呢在四分律的研究呢特别精细，他的著作很多。道学律师啊出生在哪里呢？是在公元啊596年出生，原籍呢公元667年，他是呢唐代律宗的祖师，又是呢佛教呢史学家。他少年出家，开始呢云游天下，到处参学，后来呢住终南沙。他一生呢在十界净年僧侣律藏，尤其是在佛教的戒本四分律戒居心的，为南沙律宗的开创者。他在终南沙修行的时候呢，主天人呢给他送死，那详细记录在天人改通传里边。道学律师呢知识渊博，他精通皮尼之外还成为了注释，除了有关戒律著作之外，还著有呢广弘明集、续高僧传，还有呢集古今佛道呢论衡，还有呢大唐内碟录和呢释迦十谱等，都为重要的佛教文史的典籍。他的弟子呢1000余人，突出的有大慈啊文纲等。道学律师呢住在终南山的弘扬戒律，后人呢称为呢南沙宗。我们都知道律呢有大小二情，道学律师呢以小情律呢私通大情，例如呢圆中戒体，所以称为呢大小虫大小情写总是。下面的经文要讲到宋圆照及其后，就是呢后来宋朝的圆照律师啊，他生于呢公元1048年，圆寂于1116年。他本身呢是浙江的余杭人，属家升唐，出家以后呢专门研究戒律，步骤呢南沙这一宗派。他住在杭州西府的昭清寺，要呢借连塞念佛。他曾经叫法月书啊，身后呢律法思归安雅，平生所得为二法门。他是一位呢经验律者的律师，他继承了道学南沙学派之后，开始了对四分律进行了著述。他著述呢有形式知识诗记结母数记约记，还有呢戒本数行中记等的律学的著作。后来因为他住持呢杭州灵芝寺30余年，所以当时的人称他为了灵芝大师。他弟子众多，经文啥要说，著述多赛分票，西门律虚拟教。那么宋代的圆照律师，他的著述和书记呢很多，现在我们呢大经家里边收要呢四分律行字抄知识记等著述。圆照律师的著作能晒为呢分别飘洗戒律的精神，这些戒律呢后来在我们国内呢
要动辄的关系呢就失传了。但是呢，日本还保留了我们中国唐宋历代高僧的剧组。在民国时代呢，雅行沙罗居士到日本考察，在日本看到我们中国唐宋的六部剧组，才发心呢带来到南京呢刻把流通。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些呢珍贵的剧组啊，都是雅行沙罗居士的功劳。戒律里边啊，在经文里边要说基本律虚拟教。那根据佛教的传统啊，出家僧人在受戒之后呢，必须呢先学五年的戒律，也叫做啊五年学戒，五年学经，叫十年一止，是入下咒啊，道业精进，升为了中咒啊，再加呢精进，升为呢下咒，或为呢纲纪好学。也就是说，既明白了戒律啊，然后呢拜师参学啊，或学教参禅，带药啊带血的有所成就以后呢，才开始呢弘法传道。经文上呢要说不愿传死排大小，既一家戒律你就清楚了，接着呢就必须要念教经论理啊教理的全实内容了，叫辨别经教戒律的全实内容了。这里边的传呢，就是传仪方便或应急的意思，是佛教呢为适应众生的需要采取方便的传道法门。实呢就是经师不虚啊，经师不假，是不借方便的究竟道，是佛教的最高经理和终极目标。佛所说的法呢，要瘸要死要大要小，佛弟子们呢一定要将戒律的教理你要清楚，才可以呢分派经典和戒律的大小轻差别。教理明白了，修行方法就容易了。今天呢我们先讲到这里，明天呢再讲，大家跟我一起回想，愿是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为众生，皆共成佛道。谢谢大家。阿弥陀佛。